说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东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去参加那个东西。我要去参加怪物弹珠的活动，耶！耶！哇，好远啊！耶！我们的这部新影片有新的计划，就是侧录鱼竿的 vlog， 像这样子。所以你们看到那个画面，就是他现在在讲的这个画面。总之，我们要搭大轨电车到什么亭的？冰霜有啊。然后从现在催眠度过个一两天，然后再去怪物弹珠的活动。开心什么？你好奇怪。在社服后面多了一位。哎呦。两天没睡觉的他，真的，他是杀巨人，他因为杀巨人，所以只好把影片带来日本剪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 Xflex Store。如果你想要去那间店的话，好像是要预约的。但是他们后来推出了一个叫做 Mon Pass 的东西，就是你每个月付150块就会有。看一下有没有拍到。如果你可以出示这个的话，好像就可以免费进去。而且一个人可以带三个人，所以一共是四个人。哦耶！这是你喜欢的高度。这是抽奖。一日一回吗？对，一日一回。这音效有够惨烈。过分。来了，来了。哇！来，要先买什么 ？T 恤。先买 T 恤。你不是要那个这个露西吧？这个 size。我要一件。突然发生什么？谁做了什么？天选之人吗？他在干嘛？什么？快拿，快拿，快点！那是什么？要干嘛？特殊的东西。就是这一只，就是这里的限定的。我根本看不到。哎呦！啊，也是。红沙门天。第一抽就直接抽。对啊，第一抽就直接。太强大。把你今天把它拼完。这不要了。它才300多片而已，很快就可以拼完了。不要。这大衣服。这小项链。这很美。85种。Oh my god。哪里？100种。暗数的，是谁？谁？妲己，不错，很好哎，妲己就在这。可以。封面角。好，封面角。哦，这是参拜的，然后大萤幕可以那个酷哎，对啊。好，等一下来抽一下。诚心的祈祷。然后哇，是中文的哇 ，Chinese， 我用力拉，人家还以为是盗版。我只是什么是时钟？人家已经想说为什么你们的活动是这个东西？正常人哦，两个都有哎，这不错，还不错，有拜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有拜有机会，对，不错。我们今天要去怪物弹珠第一天的会场，对，然后我们第二天才要主播，才要当赛品，所以第一天我们要先去会场，然后。买周边，可是应该是说我们要排队买周边，重点是排队，然后不知道要排多久，这我有点担心，因为去年听说人超爆多，然后今年是5周年，所以人应该会爆干多，爆干多。你怎么这样讲？干爆多，更爆多，更爆多，对啊，有点可怕。
还有现在有现场的表演，十点了以后会整个流程开始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先去排商品，希望还能排得到。然后我们刚刚排了两个小时的吃饭，终于排到了。那是什么？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？就是这个男人，就是这个盒子。哇，酷！木头的。量米用的杯，然后我买了一个金果，金果的面包吗？没有没有，它就是一个，哦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图案在上面吗？好哟。是什么？我竟然只有，你竟然抽到一个烂果，我竟然抽到一个烂果，酷酷哦。奶油好吃吗？应该是 cheese， 还可以啊。还有什么？天才天的开运面的便当，感觉很普通，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。酱超好吃哎，超好吃吗？酱，多吃一点，你还有两个饭哎。十餐五就会满的便当，超可爱的。哦，送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哦，千两哎。里面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有送吗？就是它的三个形态。三个形态，对啊，所以有三千两，千两便当。哦，吃两个饭团呢，是真的便当哎，吃饭团，然后是爱心便当的感觉。不知道包的是什么，腌菜吧，或是柴鱼咖喱饭。这其实就是 Coco 一番屋的咖喱饭啦。Coco 一番屋，对，就这样，一九 days。我发现我们这餐吃了一万，对，我们这餐吃了一万日币，一万日币太悬了。就是三个便当，一个饮料，两个爆米花，跟一个提拉米苏。这不会是周边的呢？龙头转蛋嘞，不玩吗？好好玩，走。超重的，先开。谁啊？好丑！哈哈哈哈！那我的 Turbo 二送你。耶！我 Turbo 二终于进来 Display 的商店，就是七成以上的东西都卖完了，超多东西都卖完了。应该说，我们想买的都卖完了，全卖完了，尤其是这一区的。哦 ，Turbo Party。Turbo Party 的全都卖完了。这手机壳超可爱的。这手机壳超好看。关键的直播了，那鱼干应该会帮我测录一些画面，对啊，不要就不要，好了，我会帮你测，明天再说啦。欢迎。第四天吗？今天是第四天，第四天早上，今天要直播爆了，好可怕！今天早餐竟然有香菜，真屌的，太屌了。香菜好，好好吃，好不好？你什么都不懂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去正会场。如果你们想看怪物的很多东西，你就继续看我的影片。拜拜。本片正式开始哦，第四天，然后人潮超级霹雳无敌多。现在早上七点多，还没八点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一大票人在渐渐的走去会场。今天就是要来转播台湾跟日本还有香港的三方友谊站的赛品。赛品。天啊，赛品！今天那么早来，就是要为了要再去拼一波商品，希望能买到昨天没有买到的。对，大多都没买到。跟随着人群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常见。他们是台湾的选手，你要不要帮忙介绍一下？介绍什么？就是介绍你们啊，谁知道你们是谁啊？最后要交给你了。你之后还是得要在台上或是哪里自我介绍吧。对，我是
如果赢了，你还是得要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讲点什么吧。不知道要讲什么。你要练习一下，你现在连对着镜头都说不出来的话，等一下站在台上怎么办？会很尴尬啊。说不出来，一定是尴尬都不行。好，快点，快说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下棋下棋，我是队长少年。我是正仔，我是蓝人，我是勇者。那你们对这次的比赛有没有信心？压力有尾巴，对。有紧张吗？还是期待？一定有，一定会紧张。那么多人在看，你来。哎呀！而且还是全国播放。而且你们等于是代表台湾玩家哎。不要再讲了，压力越大。没关系啊，因为就算你们没有怎么样，他还是会让这个游戏继续营运下去的，因为他是这个游戏的支柱。我预测他们赢。谢谢大大，让我们有游戏可以玩。我预测他们赢了。你我有预测你们赢哎，对啊，偷偷跟你们说，康妮一直在犹豫，然后最后还说啊，你们都投台湾好了，我操！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昨天买金果的时候，就是银果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提早到的时候就有银果。银果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打开吗？可以。我们先把它打开好吗？好。是一个绒布。搞什么？掉出来了！出来了！他就这样装哎，也太廉价了吧！哇，好长哦，有一点像铜锣烧啦。人家会以为是哆啦 A 梦的周边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牌子，上面写就是怪物弹珠跟 X Flag。谢谢你带着转播。最有印象的是打两次，对，好讨厌。我最有印象的是一只兔子。我们的 part 结束了，就是你们看到我直播的那一段结束了。大家都说你直播的很是哦，话很多，难得。因为嘿，我跟康妮培养一下感情。X Black Park 爸爸。反正结束了，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有一间居酒屋跟怪物弹珠有合作，养老奶龙。我们等一下去试吃，然后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合作。他们是什么一回生百元？有十连的阿油是什么？出来，但是就是他的一些小菜吗？好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怪物弹珠的养老奶龙的活动，然后现在店员给我们这个十连抽，好酷！我抽吗？好，我抽。抽到大奖！哇，这个好酷！会不会看到转两圈？是飞。其实它有眼睛，是养老奶农。对啊，这宝珠。可爱哦！哎，有银蛋哎哈。对啊。好难得哦。银蛋。哦。是你。这是超级稀有吗？是芭蕾啊。是芭蕾啊。啊，银蛋。银蛋是什么？可能是小菜吧。啊，果然是。哎呀，不错啊，看起来。但是这个也是好吃啊。银蛋。哦，感觉很好吃，感觉很好吃。金蛋，来个牛排好了。是他点的，是他点的，刚好是他点的。一卡。那这是什么？对啊，这是一个加的，折下去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面吗？一卡定的。啊，它是限定的那种，对，是 YouTuber 的那个，竟然只有一个，而且要在这边抽，这好好玩哦。对啊，直接用抽的。可是这样不会有浪费食物的嫌疑吗？就是，如果你抽到你真的不想吃的东西，就跟抽到四星一样。来吧，好了，我们来进行收菜渣战利品，对。那明天就要回台湾了。如果你喜欢今日这一下，就要喜欢星期天。好累啊！你到底在讲什么？听不懂。想看一个多类型的影片，可以按订阅。加油，爸爸！跟自己说加油啊！跟我自己。拍这类型的影片要加油，好吧？爸爸。别。